各位找出《论语》讲要五六一页，561页，这个经文我们先念一遍。子曰：“事而怀居，不足以为是矣。”这两句话，诗是古时候士农工商四种身份，那么这是诗，诗在四民之中啊，这个第一位的，他是个读书人。那么士农工商啊，农人学农的，他是在农业上面来从事农业生产。工啊，从事工业方面的这个事业，商呢，是做生意，士就是读书了。读书读好了以后，他的事业了，就是从事政治。他的从事政治呢，跟我们现在所讲的政治不是完全相同的。我们现在讲政治，当然也是为了治国了。在孔夫子那个时候从事政治啊，纯粹的为全国民众来办事情，不是为自己办事。没有这个自私自利的这一个意思。为什么没有自私自利呢？这个必得要讲到修道才了解，不讲修道的话，我们这样说，那现在人家就问了，我们从事政治，自己丝毫都不为自己，那这究竟为什么呢？那个就是这个逻辑上面呢，难以答复现代人的疑问呢。因为现在的政治，无论是国内国外哪一国家，你说他完全不为自己的话，找不到啊。但是古时候，我们那个学政治来办政治的话，是这个学道做功德了。学道是学什么呢？都是要学做圣人。孔子的
这个学术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，尧舜都是圣人，三代就是夏商周，这些开国的君主啊，都是圣人，啊，圣人。他的这个生老病死这些问题都解决了，他到世间来，纯粹的来教化一般人，教化这个这个从自己的国家扩充到天下人。教天下人，也就是教他们学圣贤。学圣贤就是要解决人人不能解决的生老病死问题。所以孔夫子讲，教的这些学生，教他们读书啊，就是要学圣人的，学圣人学成功了，在世间来教化众生。你在学的时候，怎么样才能成为圣人呢？在学的时候就要做功德，就要把自私自利的心呢，完全把它放弃掉。就是要舍己为人，不能像一般人家呢，这个损人利己。那么在学的时候就要舍己为人呢，这个才能学到圣人。不知道这个道理的话，人家就问，这个办政治怎么能够一点私心都没有呢？你要从修道这方面来讲，那就通了吗？所以孔夫子讲的这个政治学，跟我们现在各国讲那个政党政治，这个政治学均然不同的。那么这个道理我们明了之后了，孔子就讲啊，这章书啊，时而怀居啊，一个读书人，你将来要从事政治的话，就是要学圣人。那么你怀居啊，怀就心里想的，居是啊，这个居是代表一个读书人呢，他只想到自己的这个衣食住行，自己的生活娱乐一切的条件呢，只想到这个。这里就拿个怀居，就拿个居字做代表。一个读书人，你心里想的就像自己呀，找到一个好的地方，或者建筑一个很理想的一个住家的房屋，在那安居。这样的一个读书人呢，
不足以为是矣。不足啊，只讲不足啊，不完全符合一个读书人了。要足以为师的话，那就怀居就不需要。为什么呢？你读书心里就想着将来啊要从事政治，从事政治是帮助国君，你就在这个你的心呢、啊、就要照顾全国的全国这个民众，你要到天子朝廷里面帮助天子治天下的话，那心呢就放开，要照顾天下人呢，那就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安居啊。所以要是想到自己安居，这个当中包括于其他的生活的条件呢、啊、只是拿这个居住代表啊，只求自己的生活一切的安然，那就不足以成为一个士人了。所以这两句话从学到这个理上面来解释的话，那就看出了我们固有的文化，就是这个样的。那这个一个准则来看后代的，以至于尤其是在现代，你想想看，现代的政治，他讲的是那个意思啊。虽然现在，现代人所讲的跟孔夫子的所讲的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学《论语》，我们是学圣人，就是天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这样的话，我们学，我们就不能跟天下人那，不能跟他们学呀。我们要跟孔夫子学啊，我们有机会从事政治的话，我们就这样办呢。这样办，各位也许要问，你这样办来竞选的话，未必能选得上。那选得上选不上，我自己心里轻松自在的呀。选上更好，选不上自己无得无失，没有得失，心里就轻松了。自己不管怎么，自己还是在修道，没有把这个道放弃掉。这是我们修道的人呢、啊、应该这样的学啊。过去学公讲这一章的时候，他就提醒我们可以这样辨别，就是一个做一个读书人，我们现在都是你不管是在哪一届工作都要读书嘛，不像古时候读书专门指的士人呢、啊。现在你是学农、学工、学商，都是。
都是读书了。虽然是，农工商法学医，你读了读书了，将来做的这个事业不同了，但是大家共同的都是要学道啊。儒家讲学道，跟佛家学佛是一样的，一个意思啊。佛家要去成佛，儒家成圣人，意思一样。我们就是共同的目标，就是要学圣人。学儒老人过去讲啊，一个读书人呐，眼睛不要看，只要自己为自己因利啊，经营的利益，不要讲功利，要讲什么？要讲道义啊！对待一切人，你做哪一行业的时候，做哪行业当然是做生意，不能降本求利，这是应该的了。但是不能拿不正当的方法来求取那个暴利，不能够那么做的。跟现代特别是西方，他们呢讲这个功利啊，那么他讲他们的，我们也讲这个道义。孟子讲仁义，孟子对梁惠王讲，梁惠王经常说：“你老人家这么远路到我们的国家来，一将有以利无国乎？对我们这个国有什么利益呢？有带来什么利益吗？”孟子就是说他：“王何必越利呀？”那孟子那时候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呢，他就直截了当地跟梁惠王讲：“你何必讲利呀？不讲利讲什么呢？”接着就说了：“亦有仁义而已矣呀，要讲究仁义呀。学道要成圣人的话，就是要讲仁义。”我们现在是讲，我们不管哪一届的，从事农业、工业、商业，这个法学法的、学医的，都要讲仁义啊。讲仁义就是学道，你接着你从事哪个行业，接着那个行业来学道。那么所以我们这个看了这一章，不要讲功利，也是这一章，这张书这样的研究，那我们就是跟研究佛经一样的了。对我们在世间做哪个行业的话，我们都是修道啊。我们对于任何一个人，都对他们都有好处。那你的仁心道义
都是给他们的。从事农业生产的，咱绝不敢把这个农药撒在这个农作物上面呢，那个这个农药还没消失，他就采收，他不敢呢，他必定要按照一定的时候，现在你不用农药是不行的了，除非呀，特别的有机生产那是可以，不是有机生产一般都是用使用农药的，使用农药是照规定的话，必得等到那个农药消失掉了，他再采收，拿到市场来卖给消费者。你有仁义之心的话，才这么做；没有仁义之心的话，哪管他？他吃了就吃了，那是，那不管了，那就害人了。工业也是如此啊。工业，你工厂里面一个机器，一个小螺丝钉没有做得好。用在汽车上面，用在飞机上面，用在这个其他这个各种机械上面，一使用就发生问题。你是个学道的人，你有一颗仁心在那里，你就要求这个你的工厂的员工啊，做任何一个零件都要检查的实实在在的，检查的一点没有缺点呢，他才能够出厂。这都是人呢，人性呢，很多。所以我们读了这一章书啊，了解孔夫子讲这个师，师就是要将来办政治有利天下人，来那做功德的，才能学成圣人。学成圣人以后怎么样呢？学成圣人以后到世间来还是这么做。圣人到世间来，永久在世间呢，那一方面教育世间人学生，一方面呢，替世间人办那些必须办的事情。下渔网，治水呀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三次经过自己家门呐，都没有时间跑到家里来看一看，天下来治水，他不是自私的呀。从尧舜禹汤那个办公的地方，古时叫天子的皇宫，后来的呀，天子皇宫那不得了啊，那建筑在人世间是最美好的一个宫殿呢。尧舜的土阶呀，土建筑那个台阶呀，禹王，孔子讲卑躬师啊，他躬是很卑下的，这就是这里讲孔夫子讲"师而怀居，
就根据古代那些圣人的，他们的，比如说自己居住的地方，就是那个宫殿办公的地方，他都不讲究啊。所以，中国讲的圣人，成了圣人以后，永久生生世世到人世间来，做的事情呢，都是啊，不要自己怀居。完全来教育天下人，为天下人办事情，这是我们讲固有的文化了。现代人一提到固有文化、中国文化，你是讲的是不好啊，都不合乎现代的这个，自由民主啊。你拿孔夫子讲这个政治学圣人，跟现代的政治学一对照看看，那固有的政治学哪一桩不好啊？必须有这个认识，我们呢，学《论语》的人、学道人自己才有坚定的信心。不要跟现代人来学，我们要跟孔夫子学。现在翻到562页，子曰：“邦有道，为言为行；邦无道。”为行言孙，这个"为"字，在古人注解呀，这"为"字当有三个讲法，一个是当这个很高的那个高的意思讲。一个呢，是当这个例子讲，例是很厉害；一个当正字讲，三个意义。这个三个意义，按照这个字来讲啊，都可以讲得通的。《说文解字》里面讲这个"为"字啊，你看上面是个人呢，这个人字啊，中间这一横一撇，代表那是一个地上那个一个很深的一个。一个眼呢，下边是个节字啊，有所节制的，一个人跑到那个很围的，你中间那个一横横到前面来，后面一撇。下面呢，代表是空的，比如说你跑到山上山岩的这个，遇到一个悬崖下面是空的，你站在悬崖之上啊，心里想，哎呀，这个心里要好好的，要节制了，不要。在这上面不能够乱动了，这叫为呀。所以为当高字讲，人在这个很高的地方，心里有所畏惧。另外呢，当这个
这个离字讲，离就是很这个厉害呀，厉害就是在这个高的地方啊，心里存着，在这个这个地方啊，离一有离的话，他就感觉心里有所这个危机的感觉，就在这地方很利的，利接着就有害处啊，那心里就是在这地方很厉害。再讲正字，正啊，在这样一个地点呢，心里要正，心里要正，身体要正。稍微有偏的话，就恐怕就要掉下来的。所以有三个意义啊。雪楼老人呢，当然正字讲好，采取用正字讲。那么这一些伪字都当正字讲了。孔子说，邦有道啊，国家有道的时候，不是国家有道，是君主啊，君主他是懂得道理，是有道之君呐、他来办政治是为政以德，他这个是也政治是不能离开道德，这是这样的君主来治国，这个国邦就是国，就是有道。那么在这样的有道之国里面，为言为行啊，言语要正，说话要正正当当的，佛法里面有正言呢、正当的言语啊，不正当的言语，那个总原则来讲，不正当的言语啊，引起别人烦恼，或是有害于人的这些言语，这个话说出来，叫人家学坏了。佛法里面讲这个言语啊，口业了很多啊。口里不造业的话，那就不要说些什么呢？这个良舌拨弄是非的，这个其余说一些那个话了，听起来就对人家很
人家听起来很欢喜，结果啊，人家听了之后羞坏了。恶口，一说出话来呀，就叫人家受不了。恶，这口也是恶的呀。骂人的话，这言语很多了啊，讲那些这个违背道理的话。讲些是是非非的话，那都是不是正言呐、啊。甚至于赞叹人家吃海鲜去，赞叹人家去打猎去，这个叫人家是。杀害众生啊，这都不是正言。所以在这里讲这个正言呢，不必讲的那么多了。这里讲这个正言呢，就是对于社会人员，对于这个，都能够安定人心的这个言语才是正言。凡是这个言语说出来叫人家起烦恼的话，都不是正言。比如说在古时候有道，国家有道的时候，应该建议办政治的，建议国君做哪些事情，这都是正言呢。可以说叫违言，因为在有道的国家，君主有道，你的言语说出来啊，那个君主他能够接受，一般人听到你这个正言呢，他也欢喜接受。就他修好，要讲究这个信用，讲忠信，这都是正言嘛。不要欺骗人家，这都是正言呢。行呢，违行，自己的做事情、行为也要正。这是有道，帮无道，这国家没有道了。国家没有道，就是那个国君呐、啊，他没有道啊。在这样的一个国家，违行行为还是要端正的。这国家虽然是无道，君主也没有道。在君无道之君之下的那一般人呢，多半都是啊，抢夺了，偷盗了，说话不讲究信用了，欺骗人家了，诈骗呢，这都是一般人的行为了。但是你是一个读书人，你是个学道的人，你不能够
跟大家都悟到我们的行为，也跟大家一样也没关系啦。那可不行，自己行为还是要正的。就算全国人都是互相诈骗的话，你是个学道人，你也不能跟他学，你还是要行为还是要端正。你懂得因果啊，国家悟道的时候不讲究这个，但是因果放不了人呐。违背因果的话，那个自己将来还要受报的，这个道理要懂得。所以唯心，心还是要端正，但是言语啊，顺，这个顺读顺呢，谦顺。言语要，顺当顺子讲，顺呢，就不要跟一般人呐，在说话方面，不要跟他起冲突。但是这个顺子啊，也不是说同流合污。人家说，诈骗，要是讲究这个，大家都有诈骗，不妨自己，有不守信用也可以了。你赞成？不是的，不是这个顺法子。你不要跟他这个起冲突就是了。他要那个。他的行为要诈骗人家，你不赞成就好了。你不赞成呢，也不要表示出来，也不要劝告他。你也劝告这些黑道人物，你告诉他，你不能这样做啊！这样做的时候害了人，你自己将来变畜生啊，要堕地狱的哈，那就不是，那你马上后。这个灾难就来了，你这个顺言顺呢，不要跟他起冲突，这种人你跟他劝也劝不过来，婉转的，跟他讲就可以了。所以在这个悟道的这时候啊，唯心言顺呐，不要得罪这些这个小人呐，小人也得罪他，马上就有灾难。所以言语啊要顺，这是孔夫子教我们呢，一个读书人呢，要学这个，一方面要教化世间，一方面自己要。保护自己啊，自己在无道的这个国家里面，自己不能保护自己，那个书读了有什么用啊？